你看，你手都给我，真的，你个硬的，你手都给我，你手都给我，真的，你快呀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西，今天我们抓只鸭子来宰，我现在鸭子蛮大呀，这个是方鸭，你看，十几斤重至少，这个养了好久了，好老了，今天我们把它宰去吃掉，收拾一下，先把它处理一下。 大家都说鸭子这个毛非常难拔嘛，我妈说的她说有一种非常好的办法，就是用这个石灰啊，这种石灰是可以吃的石灰。你看这撕下来，她说就是杀完了，把它上面羽毛上戳这些石灰嘛哈，就是可以很好的拔毛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行不行啊？现在把这个鸭子给处理一下，等一下就把这个石灰戳上去了，走。 现在这个鸭子已经处理好了哈，然后把这个毛给洗湿掉。我妈说，就是这个羽毛里面全部让它浸湿掉嘛，等一下就戳那个石灰了。这个要搓湿的，搓五湿的才给它搓啊，是吗？这毛得好，得好好给它磨硬。 因为这个毛太浓密了嘛，把这个水给，然后弄进去，让它浸湿掉，等一下就比较好拔呀。这个是那个石灰，这种石灰是可以吃的那种石灰。这猪干的。听说很好拔这样子。 给它一个按摩啊！我妈说让它静置2分钟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拔毛了。先让它静置2分钟吧。水开了，开始泡了。 哇，这鸭子实在太大了，你看，你那个怎么行？那个里面装不下。看看边了。嗯。哦，老牛啊，你看。哇，你那个做狗的时候咋的哈？做生意，这个都是。 诸葛亮的扇子是这样做的吗？看一下这个效果啊，很厉害，好烫！哇，好小啊！哇，好小的！真的是好灵灵的了啊！嗯，你看，有点换毛，你看，这个在换毛，但是这样一弄。 就弄掉了，你看。对，这个弯毛个的，穿着毛等着的。这只鸭子在换毛，看见没有？对，这个能动着。但是很好拔呀。啊，那个三个毛毛嘛。好梗。好些了。好些了。那个刷费，那刷费抽，刷费抽。刷费抽的很好些哦。你看，现在把这个上面给拔掉了，还是很好拔的呀，一下子拔掉。不能这个弯毛个好难修啊哈。嗯。不然这种换毛的鸭子是非常难拔的。 现在的话非常干净，你看，很拔劲啊！你看，哇，很白啊！你看，很好拔，像脱衣服一样，你看，一下子脱掉了，非常干净啊！看到没有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这个鸭子，你看，就几分钟，我们已经拔得很干净了，好灵灵啊！ 那你好，这效果还是不错哎，用那个石灰，你看，好了，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哦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